编程理性，三十秒钟，螃蟹出生，直接过来拿螃蟹。对面边路没有第一时间过来，那这个螃蟹一般就是收下了。哼，便宜你了。一分三十秒钟，我方的打野过来抓人，对面边路敢出来打我，那这个人头也算是收下了。好了，终于到了真正要兑现的时候了。四级之前的理性和四级之后的理性是两个英雄。四级之前的我唯唯诺诺，而四级之后的我，哪怕空了一个大招，哪怕被他反打，一样可以追着他跑。拥有了线权，就可以时不时的来中路支援一下，因为我的目标是防御塔。你说啥？我说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呀。啥？我想偷你的塔。什么？我说你真帅。好嘞，谢谢啊。恭敬你，你的喵。暗信如何快速的提高经济呢？首先你要能够把握住兵线，然后就可以在空余的时间顺便杀只小鸟。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的话，就可以顺便的再把魔爪伸向对面的野区的程咬金，先把它打跑，然后就可以安心的回来继承野区了。此时的蓝 buff 就像个糖果一样，而此时对面的程咬金就像个丢了糖果的小孩，不停的在转圈，好像在等什么一样。啊，是的，没错，他在等支援，但是我丝毫不慌的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哎，我好像要双杀了。其实我觉得鲁班这英雄死亡次数这么多还是挺有道理的。当然作为一个理性，有的团战还是要参加一下。这边直接过来切后羿，没切死没有关系，一技能后退一下回口血，再杀个回马枪，于是对面的后羿就这样死于非命。然后其他人，哎，我打不过我就溜，程咬金追我没有关系，不要管他，继续跑。惩戒给个减速，还在追，那就回头二技能再给个减速。没完了，还追是吗？大招封路，让你追我，来呀来呀。其实我本不想这样，但这是你们逼我的。干鬼呀，这么突然，而且就这。哎呀，这不是没什么高光时刻吗？所以呢，我也挺有自知之明的，就不要求你们扣一了，直接点扣圆周率吧。